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吃一个鸡腿，还有一份螺蛳粉，里面加了两个蛋。先来吃一口小鸡腿。好好吃。二两口味的鸡腿。这个放到这里。做一口螺蛳粉，螺蛳粉的话我过了一下凉水，现在已经有点就是现在已经属于一个常温状态，这样的话吃起来不热。来一个荷包蛋，打荷包蛋就没有成功过。我太喜欢嗦粉了。最后再来吃鬼椒面，我们先来吃一个香辣牛肉米线。过瘾指数满分，强烈推荐，说好好吃。再来一个扇贝粉，里面是有扇贝肉的。我们找找它的肉在哪，在这里，来一口吧。过瘾指数95分，再来吃咱们家的牛肉板面，来一小口。贼满足。过瘾指数99分。最后一个鬼椒面，为了解辣丸准备了一瓶椰奶，来一小口吧。汗立马就出来了，不过这个面是特别香，来个椰汁解解辣。活生食烤肠刚烤出来，裹上点辣白菜。有原味的和黑胡椒的，每一款都特别好吃。这个是膳食肠，里面有很多蔬菜。配一杯小豆浆，包上生菜。真的是鲜嫩多汁。再来一个原味的，这个烤肠肉特别紧实，超级 Q 弹，这个里面肉含量特别高。太香了吧。